大家好，我是松仔。首先恭喜 LNG 世界赛首日取得开门红，直接赢下两场比赛。接下来 LNG 战队将会迎战 RED 战队，这一挂算 LNG 战队此战吉凶。我们开始吧，搞快的。挂52艮，御姐此挂需以64为主，初6为辅。64艮其身无咎，意思是64抑制身体上部不动就不会受害。象曰艮其身指诸公也，意思是象辞说抑制身体上部不动，自我控制不超越本身的地位。初六艮其趾无咎，利用针，意思是初六意指应该在脚趾迈出之前，这样就不会受害，而且将有利于长久坚守正道。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，意思是象辞说意指应该在脚趾迈出之前，这就说明没有失去正道。根据卦象来看， LNG 此战只要上路不崩，此战无忧。上路优势最好能大于下路，这样更好。希望 LNG 战队与 RED 战队可以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。三连关注发家致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